全台在上星期是新增了2016名的登革热本土确诊，这也让今年累计超过了8400例的个案。而上个星期还新增3名的死亡个案，其中2位是有潜在的慢性病，在发病之后5天内就不幸死亡。而登革热疫情能不能缓解，这最近2个星期就会是关键。来到台南安南区安富里内这处盖有近百栋海沙屋透天厝区域视察，卫福部次长王必胜与持有土地最多的国有财产署讨论防疫对策，就怕海沙屋破旧外，脏乱环境会成为病媒蚊滋生源。短期的处理哈，先把有一些脏乱源先把它处理掉哈，那施以必要的设施啊，譬如说地面做一些集配的或是RC的处理。看看他们的这个还有什么样的资源上的需求，或者是一些策略上的讨论这样子。那我想登革热的防治哦，除了说用科学，那还要细心之外，最重要就是耐心跟韧性。视察环境也不忘帮第一线防疫人员打气。王必胜下午行程满档，展现中央与地方共同抗疫的决心。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也透露，这3天台南登革热病例数与上周同期相比降低15%。以这3天的新增的病例数平均起来已经比上一周的同样3天就是 降低15%左右，所以其实最快有可能这一周就会看到说那个疫情已经有出现反转。乐观预期台南登革热疫情这周可反转，但新增3例死亡病例都是70几岁的男性，也新增19例重症病例。那3例里面有2例本身是有潜在的慢性疾病，那其中呢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，其实在这个发病之后，他们在发病之后的2-3天，那有些是有出现黑便、血便的这个肠胃道出血的状况。上周全台新增病例数2016例，台南占了1849例，排名第一。今年累计到9月18号，已经有8481例。罗义军则认为，若一个月内台南单周病例数降到1000例以下，等同确诊数减半的话，就代表防毒有效，疫情能逐步被控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